靠了都。大象全部在这儿，这是非洲象，非常大，世界上最大的一种象，大的洞，陆地洞。动物园，这是最常见的味道。那大象为什么不把它们放出来？难道还没到点儿吗？还没到点儿吧？怎么就三只？三头大象在那儿静静的等着我。好吧。哎，那边有，那边有马类的。是吗？哇塞，这是什么呀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奇特的生物，来看看，这是 Shetland Pony， 这应该是一种马，小马。这是它的脚印，和长颈鹿长得很像。它吃树叶、草，都是啥？所有吃的动物，吃的东西它都吃。长得好憨呐、啊，体重能达到181到204公斤。哇，这好臭啊！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吧。我就带了他过来了，其实我还带了恐龙先生。你好吵啊！你们，这是孔雀吗？人还是比较多的。这是马圈吗？人还是比较多的。这是哪儿？拍马的地方。好吧。你这个小黑鸟，嗯，这是黄牛啊，这是啥呀？我还不知道现在咱们还养不养那种凶猛的动物呢，因为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还没有。来看一下 Jersey cattle， 直接翻译过来可能为毛衣，对，毛衣或者毛毯。牛。Jersey cattle， 你给这东西撞死你了。那里有马。马珍珠鸡跑牛圈里了。珍珠鸡也跑这儿来了。马跑牛圈里来了。怎么都在那边？那边是什么呀？不理我们。真的不看一点不好玩。好，那里只有一匹孤单的马。经过这个隧道。哦，哎呦，这里会是什么呢？哇，这是狮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还是大猩猩？狮子。啊？这是不是没了呀？卖了吗？那里有个洞，有个山洞。什么都没有啊！我又坑我们了吧？说是有狮子，可是好像没有狮子。不会在那边吧？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看？应该在那边吧。那，你就过去看，好像真有。哦，哦哦，这
从这儿看看大概能看到吧。昨天下雨了，没有啊，不会真糊我们的吧？我从下面看是吗？可以站到上面去。嗯，看一下，好多人都搁在那看。你难道看到了什么吗？有猴子。他的资料 ：Black Spider Monkey， 黑蜘蛛猴。Spider Monkey。蜘蛛猴。这尾巴的还能挂住你啊！猴子的尾巴是最灵活的。动物要是没有尾巴，就像蝴蝶兰，还是虎皮兰吧？这是虎皮兰，妈妈家里有养。这是哪儿呢？嗯，上面没有，你看什么都没有。这写的是老虎呀，可是没看见啊。没有，没写老虎。老虎，这是告诉你这有玩具。这里有东西吗？骗我们有意思吗？养不起了也不放个告示。这是应该是个玩具哦哦，这是大猩猩，这是那个蜘蛛猴。你好呀，你好。哎呀，搞回来了。他那个手臂很灵活，很健壮。拿个 pose 人家都拍的就不动了，哎呀，这个啊，刚才那人拍的就不动了。你去帮我拍。你过去拍一下。你好。猴子。你呢？这儿呢。下里。吃东西呢吧。吃叶子。Hello。你好。还挺可爱的。你也没挂住，你咋挂住的？是你看，还挺厉害的。好，算你。算你赢，好吧。自己摘草吃是不是？嗯哼。饿了，来看看那边有没有东西。哎，你说那雪冻到了，这都长草，什么都没有。好吧，红萝卜。这里什么都没有。那。让这猴子过得很开心，滋润。走了走了，不给你拍。他来了，猴子。哦，好可爱啊！长得真像人。猴子。你好，小猴子。你看他的尾巴。走吧。长得像蛇一样，他的尾巴。这是什么？碗儿。知道的朋友们记得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一下，这是什么迷信的话。摆个 pose， 还没准备好。好了，好像差不多，然后就还挺好看。
这里我记得好像是养个鱼的地方，是吗？你记错了？不可能啊！我要是这是什么东西？应该是养个鱼的地方。那你可以进去。进去看看，不被鳄鱼吃了吗？顺着墙，这是那边绕的。我留个口，我们一起进去吧。记得祝我好运。拜拜。拜拜。那有个口。那是 staff only，、啊、只让工作人员。那上面写着呢。这边，咱们从这边。那上面写的 staff only。咱们从这头看都行。算了。还有空调呀。算了吧 ，staff only。姐姐，你看好了，不可以。我们先看看我。好吧。爸爸和小龙去探路了，哎呀哎呀，回家得刷鞋了。这泥，这里是水管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啊？Animals of the Amazon。什么意思？雨林里的动物，看来是可以进去的。雨林里的动物。嗯。就是雨林，是水族馆，水族馆呢？好的，一会儿再带大家看。我先切断了，我现在正在往里面走。小王说是水族馆，不知道是不是？在后面跟着呢。哦。哎，哇，真的是水族馆！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吧，上面有小鱼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！哇，鲶鱼！要是这个裂了怎么办？那就跑路呗。这么多小鱼，这。我来这动物园这么多年，还真不知道这里还有水族馆。这是什么鲑鱼？不知道。好吧。哦，这里是雨林里的动物，水的，在水里面生活的鱼。这好像是食人鱼，好吧。好像我不觉得是。这里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。哦，你是这是这不是？那个，这长得很像我们的一个宝可梦卡呀。那我这是玩 Q 的，不，玩 Squid 的。还挺好，挺有意思的。还挺有意思的呢，这里有蛇，这里还是食人，这里还是食人，怎么食人鱼？这三条小鱼一动不动，那他们吃什么？哎，你看，你来看，上面这里还有斑点。斑马，长得挺好看。哦，那里还有个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这不是这玩意儿，这个名字在这儿。然后，这个毛布皮的斑马，是一种石头，
毛狗是一种石头，或者弹珠也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个武汉啥呢？看到吗？哦，那里有条蛇。上面是 frog 在那摆子。上面是 frog 在那摆子。那就是青蛙还有大牛。有看过宝可梦的肯定会知道，那个小东西就会大点儿，就是杀人的东西。先从头开始看吧。那边暂时有人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哇，蝙蝠啊！那个还在挂着呢。太可爱了，一股味儿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有毒的，在里面蓝色的。看到了耶，这个大毒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不会什么都没有吧？仔细看看，在那里不在。这是大牛蛙，大牛蛙，你有没有吃过牛蛙的人？大牛蛙，就给你们一次机会说对不起。这个就是 Kinto，whatever fits in its mouth。这个只要这种青蛙，嘴只要那东西能在他嘴里，他就吃。就咽在那。嗯，对。很特别。我刚才看了，可好玩了。你看他们挂在这儿呢。哇，好可爱啊！这怎么这么可爱啊？这么吓人啊！可是要是在山洞里冷冰冰碰到这些家伙，那才叫真正的可怕呀！我们一会儿下去看。哎呀，不能别踩我脚。这也太小了。能不能看到啊？就是在这里。每次来蛇馆都要考一下眼力，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蛇。这就是蛇在很好的大自然生活的原因。蜘蛛蛇，还有蜥蜴，爬行。好的，这里面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它在晒太阳啊。那不那么太阳。这是一个绿蜥。这是什么呀？大蟒蛇看到了吗？在水里爬着，你看得到吗？看到了。哇，在那里呢。Yellow anaconda。黄蟒蛇。Yellow means black. Yellow.Black meets yellow. You're a dead fellow. Red meets black. 橘黄哪儿的？这身上好像很长的呀。这儿头很小的，你看头部很小。可是看不到头，就在这儿呢。你好。这是啥？
不然蛇在野外怎么生存呢？就是靠伪装啊。我好像拍到了，在里头呢。啊，你看到了？这是 false water cobra， 这是假的。假什么？妈妈。你在哪？哦，这儿呢。嗯。哎呦，我都没看见。你好，兄弟。你好，兄弟。哎，那青色的，哇，漂亮，那个青色的，哇，长得像大黄子。Emerald， 气泡啊。大黄子。这个镜子。你考能拍清楚啊？能搁那边拍来拍清楚。头还搁那儿。你在这儿呢。哇！你有没有看过《白蛇传》的呀？我这简直就是，这才是白娘子，你看到吗？呵呵，又在要粗的蛇。白娘子有没有看过《白蛇传》的？那个是最小的一部分，最细的部分是尾巴，那个地方是头。哇，它睡觉呢。因为那不是哇，带胡子的猴子。妈妈带胡子的猴子。胡子不少啊。妈妈，你看，他是大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带胡子的，是猴子吗？是，应该是吧。来看一下。Tamari。Tamari， 好像是吧。可是他是带胡子的，多好玩。他在观察你。他在观察你，妈妈。赶紧再开一遍白娘子，继续修炼吧，继续修炼吧。你这是被压在雷峰塔下了吗？对，好吧，这是雷峰公园。这就是那个带胡子的，好丑，这个好小，好可怕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哦。看这地方，哇，这妈妈，你看我搁这儿拍，简直是一套白光啊！啊，这还挺有意思。所以公园新地那个，我之前都没有这么多呀。对呀、啊，今天大家。拜年时。好像没有蜘蛛啊。去那边看一下，那边有蜘蛛。哦，就这里 spiders， 都放着红灯是干嘛？咋线条？啊？应该是蜥蜴的东西。啊？蜘蛛这是？哎呦！吓死你！这你俩拍吧，我这个是用塑料做的，大家也知道，塑料是来危害我们的自然环境好多年了。记得环保哦，可以用自己家做的布袋子，或者买纸袋子，塑料袋也可以，可是一定要重复使用，这样就可以减少对这些可爱动物的伤害了。我现在就来做个宣传，大家去看一下老肉的微塑料影片。那是总裁，不是总裁，制作人说的总裁。
这微塑料一片，看看大自然如何把塑料还给我们。所以说那个视频真的特别好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全是这红灯，也没看有个生物。嗯，随便乱补，啥也没有。嗯，要是有看到的朋友们，记得告诉我一下。或者你可以暂停了，好好观察一下。吃了我就。这里有，这个我看到了，来吧，像叶子一样，那边还有个笼子，去看一下那个笼子。有动物爱好者的话，记得一。视频应该对你很有帮助。嗯。今天白羊几个拍的？这些东西应该都是新进的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嗯。这全是网啊！你可以从去里面看。你去里面看吧。有什么呢？这里有什么东西啊？长胡子的，哇！你看这个猴子长得多好啊，还有胡子。刚才那个里头不看到了吗？对呀、啊。长那个胡子吗？啊，它叫啥名啊？它叫 Emperor Tamarin。Tamarin。皇帝，皇帝。这胡须长得挺像的。这小猴子智商也挺高，你看它的时候，它也看你，而且歪着脑袋看你。不懂注射的那个意思，为什么别人掉下来，各种情况您整？对，这猴讲话，在我的认知当中，人不是这样的了。为什么现在人都变这样的，把脸盖上了呢？嘿嘿，这挺有意思。儿子往那边走，这会儿没戴口罩。豹子，豹子，哪里有豹子？那儿。嗯，有吗？有啊，你看。看到了吗？没有。哎。这儿。对。这儿。哦，这儿呢。没有。没有。看到了。对呀。昨天大家生存结构的怎么样啊？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拜拜。